我唔知你几时会听到呢一个消息，但系我希望你会尊重我呢个决定，可以影响你对运动嘅睇法。我爱你啊，爸爸。因为揽炒棍啊，我越夜骑士嘅度，笑咩啊？呢个系咪我哋嗰晚见到个女仔啊？我喺禁令 group 见到佢，系咯，你见过佢一次啫嘛，你知佢一定会自杀，人命嚟噶，又话齐上齐落，我有封信啊，俾爸爸噶，爸爸，好对唔住，用呢封信嚟道别，我哋都好耐冇一齐食餐饭，其实我都唔想令大家咁唔开心。我都好想可以和而不同。香港又救唔到，歪歪又救唔到。咁你而家跳落去有用咩？香港系唔会为你嘅死而改变噶。生日快乐，黎嘉欣。